好啊，呢一条咧就系题目俾你嘅恒等式嚟嘅，二 x 加 a all square 等于四 x square 减十二 x 加 b， 问翻 b 系几多？嗱，佢话咗俾你听系恒等式咧，你直接可以攞条式去用噶啦。然之后咧，做法就系将左右两边乘开佢，然后比较左右嘅 like terms。咁左边就二 x 加 a 乘二 x 加 a， 右边就照写啦。然后乘开佢咯，四 x square 加二 ax 加二 ax 再加 a square 就会等于右边呢、这个。嗱，跟住你见到啦，中间咧有两个 like terms 系二 ax 加二 ax， 咁所以就会变成四个 ax 啊，中间两个 ax 加两个 ax 变做四个 ax。因此你又比较啦，左边正四 ax。右边负十二 x， 所以你出到咯，四 a 等于负十二，即系 a 咧等于负三。另外啦 ，a square 等于 b 啊嘛，咁 a square 系负三 all square， 即系计到正九嘅 b 系。